交易给困苦的你了，邓丽君小姐。慢慢风吹来清凉，那夜雨听声轻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要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雨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。困在困难里，这部变化的心多的怎样啊？是有的，兄弟。那么有可能唱歌，在霹雳的时代，拥有霹雳的歌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老师，来吧。什么意义？我只叹自己，看看起也是有欺骗的感觉。红娘啊，家里千万只存一粒，怕是过几年吃不干净你。一种一种有的，一对有一支魂气，用亲情代志的人比的比卡低，地地感情浓，就是千万米。哇塞，我忍不住想出来访问一下，为什么？表演呢、欸？超时空表演，对呀、啊，错了。而且呢，霹雳狂刀到后面已经被那个甜给软化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到后面唱那两句超有感情的，好忧郁，而且他拍手的时候也好硬哦。可以再拍手一次给我们看吗？掌声，超好笑。哎，但是哇，我从来没有听过邓丽君小姐的方式唱台语歌吧？是，他以前尤其是布袋戏，他早期有唱过台语歌吗？有的，有唱过一些台湾的民谣。哦，是的，乌鸦灰吧，对，小霸掌啦，小霸掌，阿麦威啦，啊对，还有玛丽扎兹啦，全部。但是唱那个布袋戏的主题曲是头一招吧？其实刚刚呢，我在听的时候大家都在笑，但是我觉得还蛮感动，就是，邓丽君小姐她过世的时候。霹雳布袋戏也是刚刚 出来嘛，所以伊要唱这条歌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帮了我们圆了一个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让镜头去看一下什么叫做皮皮叉的正式演出，有没有？这就是皮皮叉。对呀、啊，他们三个刚刚在看表演的时候好叉、哦，好叉、哦，我也替他们担心了。OK 啦，不要担心 ，OK 的。哎，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，我们来看一下复仇者联盟的表演。阶层落入失败区的大飞、黄豪平、饼干三人，今天将以复仇者的姿态为自己演出复仇。从参赛至今，就一直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吸引大众目光。此次魔王联盟首次合作，让三人倍感压力。为了要融合三个人的表现，让彼此都会有发挥的空间，又要不受对方的牵制，这大大的难题可是考验并且困扰着他们。那我们可以用康熙来磨康永、陈汉典，这又红了，你就不想要跟我们在一起了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那个、
克隆哥，你不是这样吗？虽然我是电影咖，让你这样挖洞给我跳。哦，你现在说你自己是电影咖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挖洞给你跳就对了，红了吗？嗯，没有啊，你这样挖洞给我跳，那其实很尴尬。我说大飞啊，你要看好戏吗？赶快出点主意嘛！什么想法？你可以提出来的。你还有什么欧汉生？欧弟对，我刚刚欧弟。那我可以模仿罗志祥。那我们就是罗密欧。哎，少林兵团。第一次讨论时间就长达两个多小时，三个人意见分歧，哎，各自有不同主张。光是脚本内容，我们的方案就多达了数种。哎，眼看比赛已经迫在眉梢，三个人只好寻求制作单位的协助，为了僵局来解套。于是，咱们工作人员想到一个好点子。哎，不是要帮忙选择表演的方案吗？怎么这么多正妹来到现场，要做什么事情？我找到一点都摸不着头绪啊。三个人意见分歧，制作单位决定为三个人举办一场会外赛，现场请来十位节目主要收视群18到30岁的女性观众，以最客观的角度来协助三个人选出最棒的表演。三个人面对十位正妹观众群，会带来什么样演出？赶快来看看第一回合。Round one， 1、2、3、4，啦啦啦啦，轻轻摇摆。没想到第一回合的演出竟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观众的青睐，这个打击会影响到三个人演出吗？ Round two， 其实大家看到国片有很多的发展呢，有一部国片呢《痞子英雄》可以说是票房非常的高。那我们这边，詹姐在干嘛？哎呀，这套表演好像稍微融化了一直冷冰冰的观众群，终于有几个人笑出来了，不然我都以为他们是石雕呢。蔡康永超像，好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夸奖。除了蔡康永很像以外，其他的都不是，有点无敌。天啊，这位美眉，你说话也太直接了吧！虽然这套表演获得三个圈的青睐，这对不像二人组打击更是很深啊，连我都看不下去。Round three， 我不只是发誓。怎么回事了？刚刚这几位冷冰冰的冰霜美女怎么都笑得这么开怀呢？连刚刚这位说表演很无聊的美眉都笑了。这第三套表演到底是下了什么样的猛药呢？请举牌。所以你们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是不是？真的好笑，都比刚刚两个表演好看多了。奇迹出现了，这扭转情势获得正妹观众群一致认同的表演到底是什么？黑口与凯蒂突破性的演出完全虏获评审青睐。他们两位其实简简单单，他们的音色做得还蛮到位，大家可以欣赏到的 B-box 美妙的地方在哪。我是哈林庾澄庆，你是百块大歌星。是的，没错，马上欢迎我们第一位特别来宾 Shackley。我是支持在各位嘉宾的 Shackley， 耶、yeah! ！没错，第二位就是我们蔡康永，康永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康永，谢谢哈林哥。不客气，是的。队长，不要唱歌给我萝卜听。是，你看我今天有戴爱的眼镜，老师我唱歌耶、yeah, 老婆结果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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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五次方红，我在旁边红脸红，结果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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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紧整个节奏，全身就到尽头，结果嘞，家眷不用见了，停停停，停下是的，我要唱歌给我萝卜听，但是只有结果嘞，结果嘞，给我一点面子好吗？面子，谢谢，不是面子好吗？给我
多唱一点。你要多唱一点。耶、yeah. ！是的，那我再请别的巨星跟你合作。哟！第一位就是 Roger 老师。老师，大家好。很开心啊，可以从这个唱。